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持续来玩怪物大鳗鱼。我们今天要去暮光森林了。终于，我们这上一集已经做了很多微博，包括好像没做多少，就一直绕打龙，一直绕灭龙，灭龙，灭龙，打龙，打龙，打龙，灭龙，打龙，灭龙，一种永无止境的玩，永无止境的玩。对，我们进去的暮光森林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可怕。感觉要读取很久，好像会进去很久。感觉好像卡住了。哦，有了，这就是暮光森林的世界。我在哪？进来是进来的，可是他给我的游玩范围就游玩，他给我的游玩范围就这样而已，房子也给一半，超严重破土，好扯哦！这就是暮光森林的世界，这个大雾啊，这是暮光森林啊！读取完了，吓死了！我们不要离重生点太远，等一下回不了家。我们先在这里记录一个点好了，名字啊，不，新的路径 ，home two， OK， 然后这个用一个房子的图案完成，这样就有一条记录点了。好，我们开始逛吧。这附近有很多蓝色的那个是好像小恶魔东西耶，啊，这个尾巴好粗哦。抱歉的孩子啊，要过来！我得到可爱的东西了，嘿嘿嘿嘿，我是可爱猎人收集者，我要用我的这把神剑来统治全世界。没有啦，这边有一个那个巫术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偷偷闯入看看好了，看看会遇到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鬼囧儿，鬼救儿。这可以干嘛？哎，被我打掉了，是不能用镐子挖吗？还是要用铲子挖之类的？不清楚。我们先进去这里好，这栋有一个很大的房子，这应该是 boss 的家。可是怎么一开始就来到 boss 的家？进去看看吧。哎呦，大门在哪？门，我应该说门口在哪？你们有看到门口吗？哎呦，僵尸的声音哎，门口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绕了一圈好像没什么门口？门口到底在哪里啊？Hello， 门口嘞！你们可不可以给个门口啊？我已经绕一圈了，欸，你们不是？这几乎没什么门口啊！你们不会做门啊？啊，那就啊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！防护罩，它有一个很强的防护罩。很深吗？这边也有吗？啊！天哪，怎么办？它有防护罩哎！我对暮光森林不熟啊，完了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先攻击进去了。这有防护罩哎，真的有防护罩，不行了，我们进不去了。哦，这个拿来挖东西也太方便了吧！这简直不是最终之剑吧？我看他这种东西给我就是简直是最终的那个叫什么？最终的那个瑞士器吧，瑞士刀什么的。这点砍树也很快啊，这做什么都很快啊！天哪，好吧，那我先朝其他方向走好了。哦，进不去，为什么？太可惜了，这边有没有什么新的生物可以让我喵喵看？哟，这边有地图上会有一些蓝色的小妖怪，是不是？可是都没有看到本体，这是什么？像我这边正上方好像有一个本体，但是看不到它。对，还是在上面。前面好像有新的生物，我的地图上有侦测。
欸，有个白雪世界是不是？白白的，大大的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鹿吗？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鹿吗？欸，他们是鹿欸，野鹿，是野鹿，野鹿，野鹿。天啊，蝴蝶太大。欸，什么东西？欸，怎么了？欸，我好像碰……哎呦，禁忌森林吗？那是什么森林啊？好痛啊！我为什么一直在……我中了什么效果？我没有中效果啊！这好黑暗哦，我们硬闯好了。哇塞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什么木头啊？荆棘哦！哎呦，啊！荆棘的上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方，这是平滑高地岩。荆棘，它被荆棘所包围，有点像那个睡美人的故事。这中间会有美人吗？嗯，轻轻石块就像放在正中间，正上方也没有很多好东西，就大概几个一个井口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你们在保护什么？这周围怎么都是荆棘？我还以为是会遇到什么好东西嘞，结果都是天空之城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在天空上的一栋小房子。它真的在云上面了，好酷哦！天哪，太炫了，太炫了！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为什么 ？What？ 为什么是我？巨大矿工？为什么我叫巨大矿工？为什么他是用我的 skin？ 嘿。巨大矿工，巨大，看起来是真的还蛮巨大的，会吗？会很巨大吗？是我的比例问题？怎么那么多我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变身，这个他们这，哎呦，好大哦，放大版的我，他们会攻击我吗？你们是我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他妈啊！小白好大哦！不要，怎么那么大？走开！树也好大，不对，这个方块简直是……等一下，里面，这方块是骗人的吧？这怎么那么大？我突然才觉得比例不对，真的很大哎！不要攻击我，你是我干嘛？天啊，走开啦！这什么东西啦？我可以敲掉这个吗？敲不掉，为什么？有可以，可是敲很久，然后我一直在追我，我在讲什么？他们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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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为什么敲？敲不掉啊！我要被我自己踩死了啦！反正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啦？哦，变身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所以对他来说，就是。我们一般在现实世界原本的世界看那个蝴蝶啊，就大概是那个大小嘛，所以在这个巨大的世界里面，我这个蝴蝶的大小应该就跟普通的蝴蝶一样大吧，差不多真的没有很大然后我一直在受伤，拜拜，哇，超巨大的，好可怕哦，我要做噩梦了，他们都好大哦。难怪我想说，我怎么会飞这么慢，对不对？我在想说，麦块的比例好像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啊。那个比例简直是巨人世界啊，超大的，好吧。现在记得一件事情，上面那个是放大版的我，我可以攻击我吗？我想试试看。啊，我就会变成放大版的我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试试看喽。攻击那个没有皮肤的，好了，比较清楚。那是战士版的我，我需要找到没穿衣服的我。哇，我一直在受伤天啊，那种烧伤那种效果。他们是在家啊，这树真的很大天啊，一个叶子就大概是3×3吧，对，好像差不多3×3还是4×4的大小。在里面吗？怎么我好像都全不见了？哦，在这边，嘿，嘿，哦。我可以变身了，好大的稿子哦！
巨人的稿，破坏型巨稿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，我要下去看。我这边一直在受伤，这什么奇怪的暮光森林世界啊？太大，我先飞下来，好痛啊！快，这跟我的比例尺寸完全是放大版一倍，超可怕，太大了。哇、哦，好痛，会摔伤。是因为我穿着熔岩头盔的关系吗？好像不是耶，为什么一直在烧烫伤？是我身上带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感觉好像有些地方碰巨魔石是什么？挖回家，我一直在受伤耶。我看一下巨魔石，好，先回家再说。好痛哦，我一直在燃烧耶，我去碰一下水看看。哎，没有了。碰一下水，我觉得不是戴帽子的关系啊，奇怪。它虽然叫熔岩鳗鱼头盔啊，奇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稿子有多大，放大版的世界。Oh my gosh, what the fuck? What is that? 这稿子会不会太大了？好大、哦，简直不可理喻，好大、哦。我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啊？天啊！好啦，那我可以变成我哎、欸，好期待啊！变成放大版的我，变身，等比例放大。哦，我还穿装哎、欸！我到底是来到什么世界啊？天啊！这样才刚符合比例，你知道吗？那稿子的大小，哎、欸，不对，那稿子大小那边也被放大了，对不对？那稿子的大小也被放大了，简直又被放大一倍了，这是怎样啊？好大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迷你世界生存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那弓嘞？弓有变大吗？哎、欸，有啊，他们简直所有东西都等比例放大。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大，所以当我变身的时候，它还是一样跟着放大，然后就变超大。好，现在来砍树，我们当个生存的小玩家怎么样？哦，方块耶，方块，叠一下吧。我根本碰不到地板，我碰不到地板，这要怎么摆啦？那放墙壁，放不见了，算了，又拿到了 ，bug 吧，应该是 bug， 哎、欸，对，它是 bug， 对 ，bug， 还有 bug。我现在简直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了，我现在整个就是超巨大。我们就这样子走到那个迷宫好了，穿上我们的全套装备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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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太大了吧，简直哎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那是迷宫哎、欸，那个迷宫是有宝藏。我记得好像之前玩暮光森林的时候，我有去看过，那边有一个迷宫的样子。不是、啊、不是，那边有个迷宫，应该说迷宫里面好像有个宝藏。我们要真的去走这个迷宫吗？嗯，我又在受伤了。Hello， 我来了。跳不进去。变大之后移动速度超慢，我还进不去。算了，下一次再来玩好了。可是我好想，好、啊、变回来了。天哪，太大了。我们就进去冒险看看吧。刚刚看到这边的右边有一个，对，就是你，先敲掉。有宝藏吗？弓，西瓜种子我要。OK， 好，继续走。这是什么？黑黑的。哎呦，吓死了！这边很，哎呦，又黑黑的，这是会发黑光的某种黑暗气息吗？之类的东西。会有什么超级大宝藏的东西吗？要走到中间吗？我们走到中间看看好了。这实在太作弊了，这应该是中，可是其实这个也不难，不会很难走。我怎么狗的声音？是狗狗，愤怒的狼，你不会攻击我吧？哎，小笨狗，你害我好丢脸。蘑菇堡，还有小麦，还好。走，我们走到正中间，这里是正中间吧？这个鸟是怎样？自残。哎，萤火虫西哦，我需要更多西瓜种子。然后，哎呦，还有南瓜种子，也不赖。OK，
好像就大概这些吧。我还有会遇到 Naga， Naga 好像不是这个地形吧？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大平地，然后它有点中古的那个感觉，有种那种崩坏的那种祭坛的感觉，才会遇到 Naga。Naga 在里面守护着他的灵石。好，我们是这样子走出来。这是什么？野猪。是很可爱，没错啊。可是我想要野猪骑士。天啊！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大概在这边探索一遍。那我想要就是收集一些各位的意见，你们觉得在暮光森林里面，我应该要多多去找哪些东西比较好，或者是我是否应该要在这边盖个家呢？那欢迎你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或者是你们想要看我做一些什么东西，都可以留言下来哦。那 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